会这样？不是说好我们跟热舞要合作的吗？怎么会乱成这样？乱成这样？原来是怎么的？这么大的花卷，第一次做integration，难免都会吐些钱啊。可是今天晚上就要 release 这样真的行吗？没关系啊，每个project都是这样，时间到的东西自然就出来了。好吧，这么说好像也是。不过虽然是这样，我还是相信我们的 quality 应该会不错，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来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让我们欢迎趋势科技热音热舞社 Do Funk Dance。